朕向大唐军民谢罪。 我对不起险之朗将军，我对不起许氏将军，我对不起大唐重甲玄奇的勇士们。 十三先生，回院知错了，日后必以书院教诲为先，做一个恪守己身的好君王。本宫就只有这一个弟弟，他所犯下的过错，当由我这个做王姐的承担。 待战事结束之后，我自会给大唐军民一个交代。陛下会立六王子李琥珀为皇太帝，十三先生稍后即可将此消息禀报给太后。你刚才说你只有一个弟弟，其实你错了。 还有一个弟弟，陛下，现在你只有一个弟弟。